排球世纪，继续击倒。时机啊，继续进攻，选花球。两个人时机应该是各一次啊。嗯，这花球值得一打，而且位置还真的是不错啊。15号没有被3号牵制。对，有下，而且左边带口球呢，也是9号挡住对方的球，等于说先手一直在自己这一边。中带11、15，左边有个中带的12号，上方有个底带14，黑白两边底带还都有啊。这一盘，哎呀，炸的局面还真的是不错。好了，有机会可以先交15。到了第三阶段啊，也是本次中国区选拔赛最后一个阶段了。嗯，48名选手啊，决出12名晋级到正赛的球员，胜部晋级6人，啊，需要连胜3场，败部呢晋级6人。那么在败部的话，要比胜部多打2场比赛。对的。胜部的话打3场晋级，败部得打5场。这杆郑宇博的推杆啊，轻推力量稍稍有点小。不过还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。对，本意还是想叫11，相反的左下角底带啊，推的有点轻。12号中带在低杆上去，用14再下来。其实刚才这个球3颗对他来说，难不难？就是心里对刚才的走位不满意，所以用了一些时间。8号的左下方有可能也是有下的，看怎么想吧。那低杆拉回来还是停在那里？第6局，郑宇博胜，1分，6-0。7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上来啊，6-0。对，上手差不多，局面就是打光啊。2码1错蹬，好，这已经就是6分了。嗯。缝隙中间，这颗球看14有吗？如果有，哎呦，看他这架势，没有了。现在我看郑宇博比赛多了，我也总结出来了，他要拿着这杆吧，悠的，对。那可能就是甩着走，那可能就是够呛。如果要是拿着杆呢，很自然溜达的，眼睛就盯着这球，奔下一杆这个交位地方走了，哎，肯定没问题。人的正常一个肢体语言。好球，可以到了，比较直，想上去的话要头带脚。以后啊，如果说随着我们这个更有心哈，
更能够有一定人力，把这些球员们的一些动作呀、或者表情啊，变成这个 GIF 的那种、表情包，哎，表情包啊，做过一段时间，尤其杨帆或者是谁、有一段时间的表情包，还有刘勇，是吧？或者一些这个动作啊，习惯性动作，都很有意思。比如说有些球员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像杨帆啊，关键球擦球，哎，拿这个毛巾擦杆，是吧？然后像赵汝亮这种，如果说出杆不太合适，再重新摆位啊，端着杆跟端着枪似的啊，散弹枪。对，王玉恒的这个小三步啊，三步小上篮、啊，对，嗯，都是很有特点。只能说咱们这个说大一点吧，嗯，职业联赛能够越做越大的时候，对，才有可能会这么完善啊。嗯，长台啊，可不可以再稳定的打进？那就是7-0了。第七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7-0，开球正在。谢谢。八局，刘松开球。加大力量冲球了，但是效果并不好，还是没有球进。先来看选球啊，单色四号过来叫黄一，看这个角度，应该是没问题啊。接清啊，郑宇博是3-0。局面都太好，没有球贴库，没有球相连，啊！但是换其他人上去啊，对，也分人，没错没错。就对于他来讲、嗯，啊，对他这个水平线的选手来讲，而且 TV 台上特别多了、嗯，已经对灯光啊、摄像师这些敏感程度啊，都太敏感了。不止一个球员跟我讲过，到 TV 台懵了、啊，王胜业。是吧？赛后一问他，也更正一下啊，人家王胜业这今年23岁了，啊，不是18岁，对对对，看着可能很显小啊。就说了，说我上去投三盘，什么思路？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对吧？啊，说我那一堆活球，我手拿着手中球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打，好吧，只好再防守。对，嗯、然后江城，啊，嗯。说再打几回就好了。对 ，TV 台经验太对对对，嗯，比赛都是这样的啊，多打比赛。他说，当我进入到状态的时候，哎，发现比分前面挖一大坑，特别多了啊。你看这个，嗯，这个准度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无解啊。除非他自己掉了，对，他自己跟自己较劲，或者说
出现什么心理波动了，或者想放弃了，怎么样啊？第八局，郑宇国胜，比分8-0。第九局，郑宇博开球。开球时机。两次了啊！开球两次开球时机，对。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我们第五个比赛日啊，开局比分分差最大的一场比赛。重新开球。对的，8-0啊。嗯。重新开。第九局，刘松开球。嗯，这杆炸出效果来了。对，单色球。很好打啊，而且右上方还有接力，对，就看见这个接力了，我就觉得这真好打，真好打。嗯，给你杆上去吧，我上去都能进5个呢。那行，咱俩两个人打一个行，我帮你把那俩进了。是，但黑八留给谁？那就看黑八又留给郑宇博了。吃库嘛，先吃右边边库，再接力。借稍稍薄一点，低杆轻轻一点，往回一拉就行了。哇，直接打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也没关系，无伤大雅。够准就行，只要这个球进了，白球过来到位就可以了。如果说白球控制到位的话，就打一个逆时针就好了。嗯。看中带角度。嗯。稍稍嘿，稍稍感觉还是有点大，这个球看能不能避开啊，不去碰六。二六叫同样一个中段，下低杆，轻轻打啊。要换了。这球啊，被八号球在后面形成斯诺克，你没法使杆法，只能是有没有角度啊，推弹一库。反向底带。
官方暂停了。第九局刘从胜比分1-8，开球清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
话他输就是输一下，你看这个一般都是，不是第二次，是第一次。啊，你看一下，我问一下。